前不攻击不闯，直接跟着马匹的节奏在左边梯队，组织我他们实力真的非常的强大。他们再次接受了前进标准 OP， 为各位带来如此精彩、如此高难度的马匹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双狗王子马奇马要再次出场来挑战的，那这个马奇马将会作为观众朋友的出现，双旧马奔2.0的进阶版本，究竟2.0是什么版本？大家不要错过了。那么今天的准备掌声用力给他鼓励。那么马奇马是这个交叉版的双旧马奔，从右边的马不倒吗？专业表演团队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神威了，他们再次谢谢马奇马。好的，接下来轮到了英雄黑洛要出场来挑战了，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马。